以下节目是由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特约播映。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商界纵横，我是 Mina 李世平。那首先呢，在这里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健康达人，来自汉普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Nina Wen， 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新产品。哎， Nina 你好。你好你好 Mina 你好。哎， Nina， 那这个非常感谢您再一次从洛杉矶特别的飞过来。谢谢谢谢。之前呢，你们介绍了汉麻油，是，那现在呢，你们又推出了新的产品哦，对，可不可以麻烦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呢？好的，好的，正好是在这个节日之前哈，也先跟旧金山的朋友们问候一下。那我们也呢是特别带了一个好的礼物，先介绍呢我们最近呢新收购的这家公司，这家呢是一个老牌的维他命的公司，是一个美国人的，已经35年历史的工厂。那您知道我们的老板沃任王是做投资的，他非常有眼光，所以抓住这个机会赶快把这家公司就收购了。那等一下接下来呢，我们都会介绍我们的产品为什么要收购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说现在市面上这个维他命很多，CBD 汉麻油也很多，但是喷雾型的目前只有我们仅此一家，所以我们只希望做到第一和唯一。那说起这个之前呢，您为我们介绍了汉麻油了，那现在呢您又收购了这个维他命公司，非常恭喜你们。谢谢谢谢。那这个为什么要汉麻油加这个维他命呢？是这样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汉麻油对人体的主要功效，它透过调理人体的这个神经进入血液，可以达到帮助睡眠啊，消除炎症啊，比如说减缓疼痛啊，提高免疫力这些的功能。那我们新收购的这个 CBD 呢，汉麻油的主要成分就是 CBD，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CBD 呢，这个喷雾就会更好的达到效果，因为这个吸收会更强嘛。所以呢再加上呢，我们有80多种维他命，针对各种的人群提供不同的维他命，特别是这个套装呢，给不同症状的人群呢提供了一个更贴切的一个服务啊。那在这里呢，我知道你们升级版呢就是这个喷雾型的哈。是。那我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就是一个礼盒装里面有三瓶，那这三瓶包括什么呢？这三瓶呢是包括一支那个喷雾型的 CBD， 那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全植物提取的一个 CBD， 就是汉麻油当中的那个主要成分。这次呢我们就直接选用喷雾，那这一支 CBD 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它的纯度也非常的高。那具体的呢，到时候观众朋友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或者打电话跟我咨询都可以。另外两支 CBD 呢，我们有80多种，您只要告诉我们您的主要症状，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医学的首席顾问王教授会帮您搭配出一个更合理的适合您健康的一个维他命，就是说一支 CBD 配两支维他命，让您身体的达到一个全面的调理的过程。所以维他命那边呢是可以任选两款维他命，是的，所以一盒里面呢就是三支都是喷雾的，都是喷雾的，对，对，就是两个维他命任选，就是80多种里面任选。因为我知道您带到节目现场了，您带了三瓶这个维他命，对，但是就是维他命有80多种，里面可以选两瓶，然后就是一瓶的 CBD。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怎么样呢？这个价格呢，大家看到这支纯的 CBD。价格呢，原价是$160一支，然后维他命呢是25块钱一支，那加起来这一套呢是21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旧金山的观众朋友们的优惠就是说呢，马上减30，180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如果你买两套的话，我们还会多送一支维他命。哦，买两套还可以再送多一瓶的喷雾维他命。维他命这一支就是25块。一支就是25块，所以就是原价210，现在180。对，那观众朋友呢，就记得呢，就是如果买这个精选装，而且是他们新出的喷雾型的，就是包括一支这个汉麻油 CBD， 那另外呢，就是可以选两瓶维他命，就是一盒呢精美的套装。我想大家如果看一下荧光幕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精美的套装是个银盒子哈，是，还有一个白色的袋子，就是像这个
很精美的护肤品这么样，谢谢，就是这个包装非常好看。是那为什么你们要升级到这个喷雾型呢？因为我们现在了解到呢，在美国喷雾型的维他命是少之又少，我不敢说我们是唯一或者是第一，我们起码是非常少的这个产品之一。那么喷雾型对人体的吸收呢，比一般的片剂和胶囊呢会更好的达到效果。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详细的介绍，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就赶快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在屏幕下面我们也有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7891670，那赶快的跟我们选购。节日期间这个礼盒真的是不多。那因为呢他们现在呢这个喷雾型的这个 CBD 加两支这个维他命呢，现在呢原价是210，现在特价呢是180。如果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就记得打他们的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是888-789-1670，888-789-1670。那 Nina 这边了，就是麻烦您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就是您刚有提到这个维他命了，有80多种了，是，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些例子呢？好的，那我们维他命，比如说这次我们配好的这个套装里边，比如说有针对睡眠的，其实这个非常方便，这一支维他命可以用一个月，就是30天，一个月。对，在嘴里呢，就是两侧一边喷4下，所以这一管呢是可以喷240下，正好是30天的量，每天8下，一边4下。那这样的话，你对于出差的朋友非常方便，对于吃维他命的朋友也是非常方便，你不用吃一大把，补充 A B C D 乱七八糟一大堆，那你只需要呢按照我们的配方，你跟我们的医生说我是睡眠问题，那我们就配一支 CBD， 两支专门针对睡眠，一个免疫力，一个加强睡眠，让你更快的达到效果。所以我们目前配好的套装是有8种，比如说有针对男人的，针对女人的，然后针对美容的，还有针对提高免疫力的等等。那你有特殊的要求可以跟我们的医生专家提出问题，就是有特别的疾病啊，或者特别的症状，对的，都可以提出。对，那您刚刚说这维他命呢就是每边喷4次哈，对，那这个 CBD 怎么用呢？一样的，就是我们建议，比如说我有睡眠问题，那我这个 CBD 呢，先嘴的两颊内侧，一定在口腔的内侧，一边喷4下，然后都会在嘴里嘛，请呢就是慢慢的含服，不要一下都咽下去。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你直接吞咽，你吸收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等到这个完全吸收呢，你另外两支可以选择早上或者中午喷下去都可以，只要让它在嘴巴里完全吸收以后，再喷下一支就可以了。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麻烦您再讲一下你们的热线号码。好的，我们热线电话就是屏幕上你们看到的这个18887891670。那么，请观众朋友呢赶快抓紧时间，节日的优惠套装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好，我们非常感谢 Nina。 那正如 Nina 所说的，那这个套装呢就是有2瓶的维他命的喷雾，以及呢1瓶的 CBD 和麻油的喷雾，那一套加起来原价210，现在特价180。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记得打荧光幕上的热线888-789-1670。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见。